你脑壳长的是瘤子吗？现在跟你说了好多遍，他硬是记不清楚，喊你先把空调关了，你再熄火。关了，你没得风了的嘛？我不是说没得风，没得风是你空调没得关。我没关空调了，他咋不吹风了呢？你火都熄了，他凭啥子还有风嘛？那我火都熄了，他就都关了噻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说你没有关，他是因为你把火熄了，他空调才关的。你如果一打火的话，他空调扑的话，他还是要打开的嘛。啊，那不是更方便了？你反正烧菜还不是要开呀、啊？方便个串串，你这么起空调它容易烂。脱了裤儿打屁，多此一举。有人。做任何事要一个过程，你要先关空调再熄火，好比我们结婚之前呀，你要先认识，再了解，再到打扮，再有下一步。那不一定啊，我们两个耍朋友的时候都是你先亲的我，我们再确定的关系才了解的呀。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我没有说打扮，没说打扮，我说的是空调的事情。你把火打烂搞啥子嘛？我问你他烂没得？没有啊，没烂你在这咋在我这说半天？我说的是他现在嘛，现在咋烂没得？现在烂没得，我就问你，有人，你在这说半天，咋着玩的？没得完了是不是嘛？